川母园，好，来，直干哈 ？OK。怎么样？对。Hello。好、啊。哦。谢谢啊，过来。是鹅啊。那个大肠，而且这大肠是比较完整，就是不知道什么。对啊。哦，那没错，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松山捷运站哈。好、啊，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赤峰街美食呢。就进入到我们的赤峰街了哈。我们介绍赤峰街哈，就无法避免的，哦，一定会介绍到一间川母园。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？嗯，炒饭跟牛肉卷饼啊，近一点，我给拉近啊，是让它下去。我们就到了公园啊，公园那旁边很多店啊，这个女生来逛这里应该是不错啊。我看一下，这是他们的炒饭。啊、很满哦，这个料很丰富哦。看前面，哎，别动，还好，就是一股甜面酱。先入口的时候是葱香、饼香，然后咬下去的时候是牛肉香，接下来是甜面酱，还有那个一点那个甜辣酱的那个香味。这样子，炒饭，好 ，OK。他们炒饭一入口就是一股鲜味，鲜味是来自于海鲜肉丝，然后一点洋葱跟蔬菜的那个鲜味，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股他们的特制的酱料，他们酱料有一点柴鱼的香味，还有一点那个日式酱油的一点点的味道，但是呢炒出来的香味呢锅气还是有，然后呢这个我们正常的炒饭的那个蛋的香味还是有出来，所以呢味道是更丰富，所以呢他们的家的炒饭是很棒。很简单，我就五谷鸡的蛋，然后日本的面粉跟这样，对啊，我品牌也让你知道。哦，如果你自己本身会做烘焙啊，这些材料好像都可以买的，不是奇怪的牌子。这个是让你们看的，因为是比较干、已经干掉了。嗯，对，那正常的比较湿润，比较粗，然后比较黑一点。再喝一点。可以。好，谢老板。会不会太甜啊？谢老板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啊，就过来。就是像那个玫瑰花的样子，好香哦。然后有一种柔软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点淡淡的香草味。里面长这样，很柔软蓬松，很香，不错吃。好，谢老板，不错吃，不错吃，拜拜拜拜拜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哈，赤峰街继续逛。用的是蛮舒适的了，商店街结合。那个，如果我们再往前走，会到那个新城街，所以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些打铁的部分。这就是大同区的传统建筑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阿米沙店，捷运局。啊，这是两家的。嗯，这间店叫做面线。那这个样子，你们看。对，这样不错，是鹅啊，有鹅啊。他们家很新鲜哦。等一下，那个会呛。鹅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、这个是那个大肠，而且这大肠是比较完整的那种大肠。好，然后贡丸，其实不知道什么丸。贡丸套 Q，
对。就是。然后那个套丢。套丢刚不是第一个就对啊对啊对啊。哦，那没错，真的。我们吃看，先吃它的套丢哈、哦。先吃它的套丢，非常新鲜。然后套丢很 Q 弹，吃到那个就好像现煮的那种套丢的那个鲜味。看一下鹅啊、哦，是鹅啊，饱满哈、哦，鲜味很够，一点点怪味都没有。然后看一下大肠，吃看啊、哦。啊，六一，很 Q 弹，很香，好吃啊。面线条的味道不错，如果它为了放这些料，所以呢，面线的那个勾芡程度就没有那么的浓稠。嗯，我们来吃一下这间哈，这个新开的这个马卡龙店，我看它做的蛮漂亮的，这个我们不用特别跟他说、啊，你要干嘛？你看哪个比较漂亮？在这里，他们的口味很多。嗯，黄色这一车现在是新年的造型，没有，新年的造型可以吗？没关系，看一下。好像有啊，玉蜀黍，然后蓝莓 cheese， 什么叫的是爱丽丝 cheese 汉堡？你要人家要看，人家要看你先过来。这边在这，现在是开始，嗯，焦糖的，柠檬开心果，漂亮，覆橙子荔枝。种子没有彩，那是彩粉的，这很漂亮的。哎，我说他每间店的东西都开始。百香果巧克力哦，其他米酥，好漂亮。我应该要买焦糖杏仁。这是我们买的三个口味哈。哪三个口味？二三个是新年的。这是新年的。新年的造型的口味，然后这个是绿色怪兽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嗯，忘记了，覆盆子什么吧？有包装的，有盒子装的是285，然后单一个是85，对，三个255，对，所以三个255。来，那第一个口味啊，你试试看啊。要把它衣服，你看衣服扒开，衣服扒开才看到。啊，转过去，转过来 ，OK。Yes, 好、okay ，好，来吃看哈，好好吃，哇，又不一样，哇，里面是不同颜色，没有馅料，有哦，焦糖海盐的内馅，很香很甜，也不会太甜哎，然后呢，两个上下饼皮都有各自的味道，合在一起，哦，好香哦，甜甜的好棒哦，另外一边这样子，你对，哎，反过，你这样反过来嘛。它有一个切边，哎、啊，对对对对 ，OK， OK， 来，嗯，哇，你是什么馅？薄荷糖还有那个很难吃出来，薄荷糖为主，但是很清雅的一个薄荷糖的香味，很好吃，而且这个内馅反而这个内馅很扎实。没有，他给的很多啦，应该是说他内馅，他内馅给的很多，好、很好吃，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好 ，OK， 来我们吃吃看，怎么样？对，三，嗯，好的，再见。斜斜的，弯弯的，嗯、四面给我们看一下。对对对，嗯，啊、对。啊，对呀，很好，我吃不出什么味道，我真的吃不出来，但是很好吃。香草吗？这个很淡，也是很淡雅的一个味道。然后不会甜，这不会甜，好不错。好，现在想要去吃一间那个广岛烧，不知道他给不给拍，我们现场问一下。我问就好了。好，我问好问就好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要排队。那前面有25组客人。2 hours later。啊，我们今天没吃到这个哈，因为哈他们家哈人哈实在太多了。
分店这一间，这一间是它的最接近中山站的分店。哦，啊，通常人都比较多啦。哦，那其他间呢？像它的本店呢，是在民权西路站。明太子广岛烧哈，280、360、380，感觉还不算贵啊。谢谢。没办法，我用四 K 在拍啦。你干嘛？我插，我到时候拉一个长方形嘛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各位，这个是月见 ，OK， 月见广岛烧，明太子广岛烧，牡蛎广岛烧，来这个蛋。这蛋品质不错，好的，很香，它的葱香跟海苔，还有酱配得刚刚好，然后呢，那个面的酱有提味出来。然后面的口感还是很棒的口感。来，酱汁调得很棒，咸咸，然后呢配上那个面，然后现在有牡蛎的那个鲜味出来，这个比较好吃。对的，你看啊，各位，我们把它用开，用一点出来，这么多。一手拿筷子，一手拿那个。人家都用这个吃的，没有人家用筷子吃的。来，好。
OK， 对，这上面的酱啊，跟明太子混合在一起，最后呢，跟那个咬下去的时候跟面混在一起，哦，那口感，还有那个饼的那个感觉，这个最好吃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到这个赤峰街的头了啊。对我来说，头就在双连站这里啊。我不知道到底是在中山站还是双连站，反正呢，我觉得在双连站，好吧。这里呢有一间龟的贪婪狗贪吃狗啊的这个泡芙啊，这是我跟法兰克觉得最好吃的泡芙店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很漂亮啊。一个鲜奶糖一糖，我建议自己是红茶进去红茶杯，好，没关系，谢谢。叫什么？我的频道叫就是够。哎 ，Hello， 乖。看一下这边，很漂亮哦。狗狗，狗狗。看一下啊，它的内用环境是这样子。看一下啊，很有感觉哈。来，这个是黑珍珠的那个可颂，哎，不是可颂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菠萝，菠萝的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，你看啊。哇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料有多少？哇，很漂亮啊、哦！来，里面的黑糖的甜味，跟那个卡士达酱啊，还有奶油酱啊，合在一起，好香好甜，好吃。然后来这个可颂，蜂蜜可颂，里面是那个，看一下啊、哦。好吃，啊，有蜂蜜跟卡士达有融合在一起，这很酥脆，很好吃，吃看啊。哇，这个，哇，巧克力酱，哇，超香醇。好，这个是我跟法兰克最推荐的东西。这个是我跟法兰克最推荐的东西。来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看一下中间啊，看一下啊。试过两次。哎呀，你发现了？哎呀。哦。你看到多酥脆？超级酥脆。刚应该叫人家听一下，怎么会？来，我们现在听一下啊、哦，听现在听最好啊。这个卡士达酱非常好，非常好吃，觉得这个就是酥脆，酥脆感非常棒，非常推荐。好，以前人多的时候排队要排好久，现在没有那么多人了，感觉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到这里结束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